为妹姐感唏嘘，苏永康望政府设纪念馆。苏永康寻日出席酒吧开幕，在记者未问到妹姐的事嗰阵，阿公已经主动提起妹姐，仲为佢的事感到唏嘘啊！两个字讲晒嘅，唏嘘啊！即系冇人会否认梅艳芳系香港女儿啊？点解会咁样嘅咧？吓，真系，即系抽身讲句说话都好啱嘅，即系点解？一個獎座是代表著，當然是妹姐的個人努力，但係亦都係成個電影團隊或者整個幕後團隊的努力。咁阿公，你是不是對買獎件事不開心？其實大家又可以點做啊？拎出嚟拍，慢拎出嚟搏咁樣嘅，真係個心啊，真係硬住嘅。尤其是我哋係妹姐睇大嘅添。咁啊，安仔就認為係呢件事係人格上面嘅零分，我就會嚴重啲添睇得。我覺得係人格同人性嘅負分嚟，盡量希望有心人啦，我真係好希望將妹姐啲比較代表性嘅獎座可以。收翻喺一啲應該擺嘅地方，例如香港電影博物館啊，或者將來希望政府可以幫梅艷芳做一個紀念館咁樣。